你认为燃油车应该在什么时间停止销售？有55% 的人呐、说不可能会有这一天。为什么会流失那么多呢？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呢，一起跑你就知道 ，Hamilton 又赢了。我所有的车子里面出过最接近 F1 的声浪。